艾玛。哎，小三哥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我听他们说你来山上打零工了，所以我就找到这里来了。你怎么又背这么重的东西啊？这个没多重的。不是跟你说过几次了吗？你这样老了身体会受不了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没多重。还有你这个衣服，这里怎么有这么多脏东西啊？为什么有这么多泥巴啊？就刚才背的时候不小心被石头绊了一下，摔了一跤。摔到哪里了？有没有伤？没事，摔一两跤都是正常的。啊，没摔在吧？正常的，摔着都是正常的。阿丽妈，咱不背了好不好？我不想看你那么苦，也不想看你那么累，咱放下回家。那小当哥不行，我前面都背了十一趟了，再背完这一趟我就可以挣120块钱了。他们一趟才给你10块钱啊？你这个傻丫头，你为什么老是这么苦着自己呢？你为什么不心疼心疼你自己？你不心疼你自己，会有人心疼你的，你知道吗？没事，小汤哥，这没多重的，我前面都背了40分钟了，再背20分钟我就到了。小汤哥，我们背完这趟，我们再回家好不好？我来帮你背，太重了。不行，小汤哥，这个很脏的。哎，我来帮你背。这个太脏了，等会儿把你衣服弄脏了。你说你一个女孩子都背得动，我有什么背不动的啊？你快放下，我来背。这个很重的，而且下山的路不好走。我来背，我不想看你那么累。小汤哥，你慢一点，慢一点，这个路太滑了。没事，我背得动。阿丽妈，还有多远啊？前面还有20分钟就到了。小汤哥，要不还是我来背吧？你都喘成这样了。哎，我能行。不行，那个下山的路更滑。这个也没多重。下山的路更滑，而且我现在也歇息够了。你帮我拿着这些吧。哎。你这拿的是什么？哦，这些是我们这边的一些药材，等到晒干了还可以拿到街上去换钱呢。你从哪里挖的？我刚才都没看见你手里拿的有东西啊。就在后面的那个竹林里面，来，你帮我拿着。啊，行。哎呀，阿妈，你累了没？要不要换我来背一下？不用，我车就到了，马上。啊，小心。你上面有个竹子，阿丽妈，你慢一点。好，重不重？不重。你慢一点啊。好。是放这里了吗？对，就放这里就好。好，你慢点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个东西。好，拿什么东西啊？你怎么还在草里面藏着方便面呢？哎，原本说是拿来当午饭的，结果忙着被柴去了，就没时间吃。哎，小当哥，行，你中午饭就吃这个吗？对啊，挺挺饱的，我觉得只要能吃饱就行。你家里面也比较远嘛。哦，好敷吗？第一次这样吃还挺香的。哎，阿勇。嗯。为什么你背的木桶这么大，这边木桶那么小？因为它小的背一根的话才5块钱嘛，背大的话它有10块钱。阿妈，嗯，你脸太脏了，这附近有没有水塘啊什么的？下面就有一个，去洗一下吧。好，不然害怕你脸过敏了。很远吗？不远，就在前面呢。啊，这条小溪。啊，干净了吗？等一下，这边还差一点。再洗一下。你们这边水好清澈啊。对，我们这边的水特别干净，可以直接这样喝的。是吗？对。好甜啊。你要不要来一口？我就不要了。不要啊。你干嘛？小当哥，快进去坐吧，我先把这个收一下。好。你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
这个是我自己深深挖的山货。哇，你这么厉害吗？挖这么多哎！我平常都会挖一点，然后晒干了拿到集市上面去卖的。哦，好多啊！哎，那么这个不是天麻吗？对，我上次给你的那个。我妈说效果可好了，她吃了就头都不痛了，她说。那这个白色的是什么，那么？这个。啊。这个是川贝母。川贝啊？对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不是羊肚菌吗？对，那是羊肚菌，可以拿来煲汤喝的。哦。都是野生的。那你那边那个金黄金黄的是什么？这个。啊。这个是我自己找的竹笋，然后把它晒成了笋干。先把它装一下吧，先收出来。这么好的东西，没人来这边收吗？还要你自己拿到集上面去买？对，我们这边没人。阿妈，哎，你是不是把我们这些片子看看的？没有，掺一点吧，这个。掺一点吧，这个。嗯。是哪个？别说了没？我是别干活，不干活。先别给爸爸搞，起来！别给爸爸搞，那成绩不是能拿上？阿姨，你什么不？阿姨不是你什么什么吃呢？